况。是捡到的，我以为是说有人掉了，你就去拿就来做。这么适合说还蛮明显。他都不要开进去的吗？对，客卡有时刻，有的是列车车票的旅客。加车票，标志第二月台班站长，感谢你的配合，谢谢。要查秘书一样的，没有这样查的，现在。他现在就是直升是丢出去嘛，他是本来是要做四月底，然后我跟他劝，我说你再撑两个月嘛，这两个月就是结束特考，你如果没考到的话，有没有？啊，是学弟的，是他局里面办的结束特考。对，我说你现在工作他们也了解了，也不盯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在那边看你的书，你就继续待嘛。那特考他考哪个学？他考运务的，运务高。上次不是说要考，后来就是没考。就是他女儿的朋友刚好毕业典礼，哎，所以在也跳跳跳。啊，我说这三年资历差很多。是，你现在那个是，你现在那个是，哦，可以，只要他考到的话，就可以接续，连资接续。那你现在如果说不同类啊，但是都算公务，他只要算公务的资历啊，连资有算。比你去从外面离职之后再进来，哎，离职再进来算不算？离职再进来算，但是你这今年度了，就是你今年的话，啊，对。他有，他还算连，还可以连资连下去，因为他已经满三年了。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你在，你就考到了去那边报到，你这个连资至少还连下去。嗯。这你退，你现在没有差这三年。